そうだ、これで全部だ。これは全部を持っていけ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頼む。小兰，谁住我家楼下都行，我有你就够了。我要点外卖。地球离开了谁，还不是都一样转？全世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才会做糖醋小排。すみません、お父さん、お弟子みですか？すみません、すみません。ありがとう、ありがとう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都这么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淹没啊，在这儿。606到明白你已经不见，我还不能妥协。没事，反正剩下疼，咱们以后相互照应。我就进去看看。你死去干什么呀你？我不进去也行，你跟我下去吧。哎，干嘛？不赖，就你这个身材，我看着都塞眼。我要是流氓，我也不会看上你的。就别再提，能不能让我回到最初的记忆？明白了，理解了。嗯，模糊吗？我看着就忘。再说。能不能让我回到最初？
天心，我在家了。哎，陆经理，咱们订的办公用具到了，没想到这物流速度还真快，上午下单，下午就到了，还日本之优呢。哦，那你们穿快递就可以下班了。你们干嘛呢？笑这么开心？陆经理，有惊喜啊！没想到你还有异装癖啊！这尺码你穿得上吗？陆经理啊，下次您生日的时候，我们给您订个高配，蕾丝边的哈。这什么情况？行了，你们下班吧。走吧，好，陆经理，拜拜。陆之昂，你别以为你回国就可以逃得了我的魔掌，我炎魔是无处不在的，呵呵。没有什么难。陆之昂，你神经病啊！你那哭会飞啊？李夏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你是说小司和力图合约的事情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七七都和我说了。小司这么久一直都是自己承担一个人的压力，这一次我想帮他分担一些，不想让他一个人扛着了。他还是像以前一样，什么事都不说，什么事都自己扛。我也想替他分担一切啊。还有丽夏，你也是，别太辛苦了。明天发布会好加油啊。不会啊，为了小四嘛，不觉得辛苦呢。也是啊，为了自己喜欢的人什么都不觉得苦了。哎，看来觉悟很高啊，谈过恋爱的人果然不一样。